大家好，那个这期的话是给他录那个前男友妆容，为什么叫前男友妆容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有前男友面膜，然后我就想画一个，取名一个叫前男友的妆容，其实跟这个妆容跟这个名字也没什么大嘎啦，然后就是想取得好听一点。OK，那现在的话我就头发扎起来给大家就是。手残的教法教大家，头发有点乱，看起来好憔悴。我先因为嘴巴有点干，我就先把我的那个润唇膏给带一下好了。今天的话就是那种边讲然后边录，也没有多讲，就废话可能会比较多，然后录的话时间会比较长。你说痘痘好多，痘印，我现在几乎是痘印了，因为我最近有控制，就是自己吃东西那方面注意一点。它这个遮瑕其实不太好用，我觉得，我一般都是用那个 Bobbi Brown 的遮瑕棒，然后因为有这个嘛，然后就给大家试一下好了。这次的话用一下这个，我鼻子就是好干啊，脱皮好严重。上一期就是大家说我用手画，我几乎都是用手画，然后这次的话就是用这个球室内弄一下好了。但是这个真的很吃啊，我觉得这种工具像刷子什么的，特别吃粉。就相当于。我感觉要挤好几下，才能就是用一张脸。如果是用手的话，我差不多就是挤2到3泵就可以用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要挤 double 泵才能，涂完整张脸，不觉得特别浪费吗？哦，眉毛的话，因为我昨天去染发了，然后我告诉大家就是。以后你们如果染浅色的那个，眉毛啊，不，染浅色的那个发色的话，就是可以跟那个理发师讲一下，就是眉毛也帮你顺带一下，让那个颜色深一个度。然后我昨天我的眉毛是没有蒙过的，都是自己那个眉毛。然后昨天那个理发师就帮我眉毛也稍微染得跟头发的颜色稍微接近，不然我的眉毛是。很浓很黑的，这个妆容反正主要就是透吧。为什么叫前男友妆容呢？就是又透，然后看起来皮肤又好，然后又很清纯。天哪，话有点多哦。希望这个刷一下。他昨天帮我染的，毕竟理发师不是特别专业，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他帮我染的就是这里染的比较那个，但前面的话都还是没有染，都是黑色的。主要把眉形给大概的定固一下。With you.
哦，眉粉的话是那个 Kate 的，手上拿了好多乱七八糟的。算了，我就不介绍啊。不跟大家就是讲这个什么名字什么，到时候我自己就留言那一块，就是自己当个课代表，把全部的都发到评价区里。音乐声有点吵。用棕色的这个染眉膏，然后去带过一下。这个是我在台湾买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有点虚焦了。这个是我在台湾买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牌子。然后你们如果想要买的话，自己去，就是平常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一般染眉膏都会买日本的，不过韩国最近好像出那些染眉膏也蛮好看的，大家就是自己关注一下，稍微带过一下，做得很自然。然后画眼影这一块，我这样突然上突然下去。眼影膏的话是香奈儿的128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这个颜色蛮好看的，是去年限定的，看得见吗？先给底部打一下眼影。啊，我先用那个吧， Tom Ford 的这个眼影盘是几号来的，但是我在评价区都弄吧，用这个就给它打一下底。然后用这个眼影膏去上色。这个上色度很高，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少弄，看都看不见。然后用这个去扫下眼尾，再稍微用这个。用这个画吧，它里面有个笔芯，这个去画一下眼尾。为什么不用那个眼线膏，是因为我想让它自然一点，然后这个画起来就会自然一点。我一般不太去画这种，因为眼睛画起来会比较垂，然后我眼睛就已经蛮垂了，然后画起来就会特别垂。
糟糕，这个是，为什么又定不了？对，这个是那个真长睫毛啊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的那个有的时候发音都发不标准。睫毛膏我都是用悦诗芬莹的，因为它的那个细的，然后对我来说，特别好用，因为画起来不会特别的，就是，粗。我喜欢这种，就是，看起来跟真的一样的那种效果。睫毛带过一下，而且他家这支就是下睫毛也特别好画，画起来也特别的就自然。像其他睫毛膏就是下睫毛如果一画不好，就下面就跟苍蝇脚一样。我是觉得这是真的挺好用的，有机会用完都会回购。然后用刚忘记了，用这上面的这个颜色，眼睛的中间提亮一点。然后在眼睛这里加一点点，因为它这个是有一点点金色，不是那种银白色哦，但是涂起来就是不会特别亮，然后又会眼睛看起来整个就是稍微会有神一点。腮红的是这个 CanMake 的，这个我用了差不多没有了，会很自然。反正这个妆容呢，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自然。就是有一种视觉，就是哇，原来你看起来跟素颜这么美什么的，所以我取名叫前男友妆。哦，话有点多。脸这一块就是可以稍微打大一点，因为我的脸比较大，你们可以打小一点。然后修容这一块区域是 Wit 的，是他们最近出的一款，然后外包装什么的都特别好看。用这个鼻影先稍微带一下，OK。然后侧边，它这个很自然，然后不像哦。我之前用的那个 MAKE 的那个打起来很重，它就是自然。当然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入一个，然后价格也不贵。下了这一条线去修饰一下这一块去，然后刘海这一块，面积的去把整个妆容给定一下。眼睛这里可以稍微带一下，因为它这个粉很轻薄，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眼妆可以就稍微就是在那个粉里面会比较
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，看起来会自然一点。是什么牌子？到时候我去看一下。然后四号的话是这种，哦，颜色就是稍微自然一点。我涂口红都是这样，抿一下，因为我的嘴唇就是没办法画那种很厚的嘴唇，不过我还是蛮喜欢那种偏厚的嘴唇的，看起来很性感。这个颜色就是不会很红的那种大红色。光的话还是 CPP 家的，因为这个用了太久了，几乎就没有入过别的高光了。眉毛这块就扫一下，头发扮起来。好啦，今天的妆容的话就教到这里了，然后，拜拜。